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传奇中国节春节特别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黄金为民肩负使命，欢迎收看由中国黄金全程独家冠名播出的传奇中国节春节除夕特别节目。那观众朋友，除了我们此刻的电视直播之外呢，您还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 CCTV4 央视频号来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您还可以在新浪微博、今日头条、百度百家号、快手等新媒体平台关注 CCTV4 参与直播抽奖。大屏连小屏，不同的方式，同样的精彩，和我们一起来欢度中国年。那再有一个多小时，春晚就将拉开大幕了。我们再来看看吴鹏之前都采访到哪些春晚的嘉宾。那这位接受采访的春晚演员是我们传奇中国节的老朋友，他是谁呢？一起来看一下。好，主持人，吴鹏探春晚，下面请到的这位呢，我想在去年我们的这个直播点上也采访过他，当时的一首《故乡的云》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位被演员耽误了的一位歌手，会这样说吗？来，我们有请于毅。大家好，我是于毅。吴鹏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又是一年新来到。对，又是新的一年来到，就是真的是去年我们俩之间这个给全球海外华人拜年，对对对，真的还在眼前，又来了。转眼间就来到了2020年。对，我转眼间我觉得可以把被演员耽误歌手这个名字从头上摘掉了。哎，我今年也是一个正规的歌手。正自打这个去年的这个春晚之后吗？没有，出了专辑，然后今年也有新的成绩，也出了单曲的这个专辑，所以说可以叫我歌手于毅。所以说我们欢迎歌手于毅、演员于毅再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点。今年再登春晚跟去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跟我们分享一下。嗯，去年真的是，我觉着是我人生当中最难忘的一年。第一次离开家乡，不再和家人一块儿过年吃年饭，但是真的家人在吃年饭的同时，看到电视上的于毅，我们藏蒙汉三兄弟傲日齐楞、扎西平措，还有于毅一块儿唱了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真的把自己深深的祝福送给全球的华人朋友们。当时我记着在咱们这个开始之前，我还唱了这个《故乡的云》。对对对。这次还是以歌手的身份和另外两位歌手再次登上春晚的舞台，然后这首歌现在不能透。是，那它是一首关于什么样的一首歌曲呢？是写我们最亲近人的一首歌曲，哦，最我们值是写最值得我们感恩的那些人的一首歌曲。那么最后呢，还是要送出祝福，要向全球华人拜年。全球的华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于毅，鼠年到了，在这儿就用刚才开头的那个成语开始，祝您在新的一年里事业数一数二，数你最健康，数你最幸福，数你最快乐。好，我们晚上期待着于毅带来的非常精彩的表演。好的，谢谢于毅送给大家这么多跟鼠有关的成语。那么2020年总台春晚的参演艺人张艺兴也为大家送来了新年祝福。好，吴鹏探春晚，下面来到我们直播点的这位呢，艺兴，艺兴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吴鹏哥好。哎，你好。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我觉得在前年的时候还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点和大家见面，一转眼间来到了2020年。太快了，太快了，时间飞逝。对对对。第四次参加春晚，第四次参加春晚，这个现在心情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最大不一样可能是在采访的时候，相对以前的采访会比较放松一点。那除了采访以外的，对于舞台，其实每一年都是非常的紧张，因为希望带来最好的舞台跟作品给大家。因为这个舞台是全球亿万华人关注的一个舞台，其实也是想把更好的一面带给大家啊。鼠年马上就要到了，在这儿呢，也想请艺兴送出与鼠有关的这个祝福语，鼠字开头。好，祝大家2020年挣数不尽的财富。好，数不尽的财富。那么在这儿也想请艺兴最后要给全球华人也送出新春的祝福，好不好？在这里祝大家鼠年行大运，鼠年大吉，春节快乐。好，年三十晚上我们等着看艺兴精彩的节目，再见。再见。
传奇中国节，点赞我家乡。深圳依靠改革开放和特区政策，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了一座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和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那么那里的人们春节是怎么过的呢？粤港澳大湾区的春节又有什么特色呢？我们来看当地记者在春节之前发回的报道。看见各国小朋友们目瞪口呆的样子，变脸师傅越变越来劲儿了。改革窗口迎世界送勇，特区门户带天下宾朋，好联儿说的正是我们深圳人的心声。金子特区呢，成立40年以来啊，一步步从小渔村走到今天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可以说离不开一个福字，福满深圳，福临中国。What are you writing? 福 ，happiness。Yeah, very good。一把剪刀，巧手一挥，各种形象栩栩如生。最绝的是把我们深圳的标志性建筑都剪同框了。大师，我服你。2020属你最美，2020属你最美，2020多数钱。Thank you。中国人过年还得有好吃的呀，有句什么话来着？好吃不过饺子，这可是外国朋友们的最爱呀。过新年穿新衣，外国朋友们过咱们中国年可真会玩。你看这位小哥哥，哎，他穿的不是我们中国传统服装吗？我们没有啊，一副比利时的衣服，特别的过年的时候穿的。所以我住在中国8年多，所以我觉得可以用中国，我爱中国。你爱中国，谢谢。是的。就是这句话，我爱中国，让中外朋友们聚在一起过大年。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排着长队，只为又好看又好吃的糖画。听着倒糍粑的咚咚声，仿佛听见了鼠年慢慢走近。还有一起滚铁环、踢毽子、三人两足游戏。仿佛回到我们的童年时光。哎，还有那边一群年轻的充满朝气的小哥哥小姐姐们正在踩高跷呢。我们是一个创业团队，深圳对于我们来说就像一个梦工厂，很创新，很包容，然后感觉就每个人到这儿都有无限的可能。就像刚刚几位朋友所说的，深圳呢是一个开放、包容、创新、拥有着无限可能的城市。在这里呢，就有一条街道被称作为是中国的硅谷，那就是粤海街道。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年以来呢，这里集聚了像华为、大疆、腾讯等一批高新科技企业。
身处其中的桂庙新村呢，也依然保持着很多传统的文化习俗。每年到春节的时候呢，在香港、澳门、世界各地奔波的人们都会回到这里来团聚。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过年的吧。我来自深圳，祝大家鼠年吉祥，万事如意。我来自湖北，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新年快乐，恭喜发财，财源广进。我来自吉林，祝大家新年快乐，鼠年吉祥。吃啥啥香，干啥啥成。今日我哋粤语村民咧就食红菜。新快乐，金银冇碌。新年快乐，活力最美。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新年快乐，幸福美满。新年快乐。哎呀，真是满满的祝福。那么过去呢，有一个谜语叫做两个胖子打一个城市名，答案呢就是合肥。在合肥过年一般都是要去庙会的，那里有各种各样的民俗表演，像是舞龙舞狮、河蚌舞等等，当然了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吃。不过现在呢，合肥人过年还有另外一项活动，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到片子里去看一看。现场过年啦，我们要逛逛庙会，看看演出，体验体验传统文化，红红火火，热热闹闹，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过节气氛。好，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你觉得这个好漂亮吗？我一进来就看到这两个小朋友在这儿看得入神哈。你们为什么喜欢这个呀？因为我们喜欢传统，喜欢传统文化。我看小孩很好看，很好看啊。哪个最好看？其实都挺好看，都挺好看的。这项手工艺您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什么时候开始会做的？从小就学习了。从小就学了。哦，每年逢年过节都会在这里吗？对，每年都在。哇，真的好快呀。做好了。哇，好精致啊。这个也是咱们的一个传统手工艺，是不是？对，我们泸州土陶项目省级非遗项目。哦，省级非遗项目，待会儿我能试试吗？我来试一下，刮一下它的纹。可以可以，按大形式啊。哎，很好，往下，慢慢的往下走。好，慢慢往下。哦，看到一层一层的感觉出来了哈。哇，所以刚才我看好多年轻人都喜欢想试一下。他们比较喜欢。过新年逛庙会少不了啊，要吃好吃的。你看这里呢，准备了一堆的合肥的小吃，我们来看看，有八宝饭，有酥饼，有如意芝麻糕。哎，这如意芝麻糕啊，是按照这个如意和祥云的样子来做的，还有我们的小花狮子头、步步高，寓意都特别的好。那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四大名点哈。刚才你看，小朋友们也都在看这个吃的。哎，为什么他们是四大名点呢？问问我们的民俗专家。在我们合肥啊，老城区啊，有这么一句话：大麻饼、玉带糕、寸金白切假红糕。哎，很顺口。这就是我们合肥的四大名点。嗯，这是白切，寓意着清清白白；这是寸金，一寸光阴一寸金，让我们所有的人珍惜时光。哎，好寓意。这是我们的金钱饼，过去叫金钱饼，现在在合肥叫大麻饼。嗯，以前有位，就是明朝时期有位大将军打了一个胜仗，他是合肥人，又把它叫为得胜饼。吃了就能得胜。对对对，寓意着吃了之后不仅能得胜，还能功成名就。哇，这个是我们合肥的红糕。嗯，吃了可以红红火火，步步高升。对，它还有一个寓意就是步步高升。我发现啊，这热闹的庙会不仅吸引了很多本地朋友，还吸引了我们的外国朋友。Hello，
Happy New Year！ 你好，新年好。中文说得好好啊，还可以。您是住在合肥吗？是的，是的，住在合肥。对，住在合肥。叫什么名字？石凯文。石凯文，还有中文名字。宝宝会说中文吗？会。啊，会，说得好，好棒啊！那你在看什么呢？这个知道是什么吗？这个是鸡。这个是鸡啊。这个呢？蛇。哦，认识上面的小动物。那你知道这种，传统艺术叫什么吗？中国的传统艺术叫什么？木板水印。木板水印。啊，木板水印。也叫雕版印刷。雕版印刷。哦。这个技艺距现在有1000多年的历史。1000多年。好多年了。很有眼光啊。对呀、啊。然后还有，你看，这还知道今年是什么年吗？鼠年。所以有小老鼠，是不是？对。这个我也是老鼠。你也是啊、哦？你属老鼠。哦。哎，那我建议你做一份礼物送给爸爸，好不好？好。要不要试一下？可以、啊。您教教他，好吧？好的。小朋友做得很认真，也比较简单哈，比较好上手。过新年了，给爸爸做一个礼物特别有意义，而且正好是鼠年。对呀、啊嗯。刷上颜色之后，下一步，下一步来把这放上。来，再用这个刷子。你看，现在颜色也出来了，你看。啊、嗯，哎，叔叔再给你加工一下，这样就可以看到了。看出来没有啊？来，你看。哇。哇。好神奇啊！送给爸爸当新年礼物，也祝你也祝凯文鼠年大吉。谢谢你。确实哈，这个安徽啊、合肥发展的越来越好，现在像凯文这样的外国朋友在中国居住的也越来越多。那他们在中国在合肥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这可以过年搞几个贴在门口。说等一下，我希望外面能就等一下放到就你的沙西米，你的那个帕类的都是提前准备好的，好不好？配一份 ，OK。包括现在卖的那个羊腿的那个，整个的羊腿。我2019年来君悦酒店做新的龙厨，我是管所有的厨房团队。两种，那边就两种，就羊肉串。羊排，我们这边有90多个人，有中厨房、西厨房、宴会厨房，还有饼房。你好，需要什么东西吗？要羊肉串吗？什么不希望你可以给我说一下啊？好吧啊，希望你在这边吃的很开心，好吧？客人很喜欢我的菜，我很开心。我感谢我们的团队，我感谢我老婆还有那个小孩支持我的工作，我喜欢那个合肥发展越来越好。降临，我们也来到了美丽的天鹅湖畔。一会儿呢，这里100多栋楼的数十万盏灯啊，将全部点亮，上演以春节为主题的灯光秀，营造出热闹喜庆的节日气氛。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借助这美丽的灯光秀啊，给全球华人送上祝福，祝福大家新春快乐，鼠年大吉。的确啊，春节期间，祖国到处都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各地都在用自己特有的方式祝愿鼠年五谷丰登、吉祥美满。一花卖，好靓嘅鲜花！花农划着载满年花的小艇，沿河叫卖，在岸边一字排开，重现旧时水上繁华。细个嘅阵时，呢条河好多鱼虾蟹嗰啲，啲船民咧专门捞嗰啲上嚟喺河边叫啲人，而家睇见都好亲切啊！
今年丽水水上花市云集了100多个特色摊位，南海丽水水上花市还有画舫接驳，市民可以一边办年货一边赏美景。入夜后，过百组花灯汇聚成璀璨星河，梦里水乡景区瞬间灯如昼，美如幻。啊，好多人，好热闹，好有过年的气氛。今年顺德龙江镇以潮民俗、潮花街、潮商铺、潮互动、潮演出打造五位一体的国潮迎春花市，以穿越老顺德为主题，把花市装点成民俗庙会，吸引市民前来打卡。好似啲炸辣椒啊，炸番薯啊，啲比较老传统啊，合我哋呢处嘅花市、龙贡嘅花市啲国潮、个文化啊，咁我哋带有顺德嘅老一辈嘅一啲师傅嘅手艺嚟嘅。帶動啲後生咧，就知道我哋順德啊老一輩嗰啲文化啲菜式啊。春節假期，山東台兒莊熱鬧非凡，在台兒莊古城復興廣場上，各種非遺演出正在精彩上演。威風鑼鼓的演員們身着紅裝，跳起歡快的舞蹈，踏着激昂的鼓點，敲出了人們享受幸福生活、滿心歡愉欣喜的精氣神。舞龙是迎接新年必不可少的民俗演出之一，台儿庄古城还将传统舞龙进行创新，形成爬杆龙龙的表演。表演者需用碎步起跑，龙头碰到龙珠，寓意着吉祥喜庆、繁荣昌盛。大龙爬杆随爬杆龙的摆动节奏环绕，龙头碰龙珠，新年好彩头。画着脸谱，踩着高跷，造型各异的民间艺人在锣鼓声下争先亮相，北狮、柳琴戏等独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也让浓浓的节日氛围弥漫在了整个古城。山西省新绛县古称绛州，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古乐艺术之乡。绛州古乐其演奏技法以擂大鼓、花敲杆打来演绎故事，具有独特的地方色彩。看了这个短片，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哈，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南北方过年的风俗真的是不一样，而且就从吃的年夜饭来说哈，好像有些地方像我们北方人觉得年夜饭一定会有饺子，但其实很多南方的地方它确实不是吃饺子，可能吃年糕或者吃汤圆儿，这在北方人的印象当中觉得这是过年吃的年夜饭吗？对，确实这是因为根据这个生活方式的不同，然后就地取材，然后来过年，不管怎么样其实都是营造出一种仪式感来，通过这种仪式在特定的这一天，比如大年三十这一天或者是正月初一这一天等等，来辞旧迎新，然后来为全家人祈福，来消灾避邪。孙老师是哪个人？我就是北京人啊。那北京大年初一有什么样的特有的风俗？好像这饺子也不一样，就是有些北方人要吃荤的，有些地方早上这第一顿饺子要吃素的。尤其我记得老舍写的文章里面专门提到，他们家一是为了省钱，二是确实就家族的满族的传统吃素饺子。老舍先生他是满族人，他们满族不光是在饺子馅上不一样，他连包饺子的方式也不一样，他是讲究必须要有褶的。就是那个饺子对折的时候一定要有褶，不能马马虎虎，因为有褶才有福。再一个，在摆放的时候，比如说像东北有些地方它是一定要摆成圈的，这样放叫圈福，中间放一个大元宝型的饺子，然后周围要摆99个饺子，然后把这个福气圈起来。可是这个满族呢，它是讲究就是饺子一定要横平竖直的放啊，这样的话呢生活才能够四通八达，然后未来才能更加美好，有路可走。其实啊，无论是东西南北还是五湖四海，这个年夜饭只有一个主题，就是这一家的传家菜和拿手菜。端端家里的拿手菜是什么？我这个说话有点想不起来，反正但是哈，我们东北酸菜一定会有的，酸菜馅的饺子，对，可能是酸菜做一些饺子或者酸菜炒菜，还有一条鱼，应该是不论是南方和北方年年有鱼。对，我妈妈一定要有一道鸡肉，因为大吉大利啊，有好彩头哈。是，刚才宋女士说的都是吃南北的差异，那玩有什么不一样？比方说东北哈，要去看冰灯，南方要去扭秧歌，还有南方要去看花市，所以南北在玩上有什么不同？像那个北方，像山西啊、内蒙啊，这个时候是要点旺火，这个主要是为了活地脉。像而且像陕西这样的地方是需要打鼓、击鼓，通过这个鼓声来鼓动阳气，然后为人来壮声威，用来驱邪。陕西的腰鼓确实很壮观。对，非常有名。然后像南方呢，大家会去
购买一些去不仅是买花了，还会买一些植物，比如金桔啊，像广东人讲究认为橘子是大吉大利的谐音，就会专门摆在家里摆橘子。然后福建人就会喜欢凤梨，认为凤梨谐音闽南语中的旺来，就表示来年会更加的兴旺美好，那他就很会选择凤梨。浙江人会选择水仙，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有些地方很简单，它就是折一枝杨柳枝，或者折一枝梅花，就算是过年了。这其实跟当地的这个天气状况，还有这个习俗都是有关系的。总而言之，都是对未来美好生幸福生活的向往哈。那么今天的传奇中国节春节除夕特别节目呢，我们也特别启用了央视新址的融媒体演播室，我们的主持人王周和丽萍已经在那里等候。大家了，好的，二位好。那这一时段给我们准备了哪些内容呢？依然是非常丰富有趣的内容。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传奇中国节春节融媒体演播室的直播现场。是的，那在这一时段呢，我们又迎来了一位新的嘉宾，让我们有请民俗专家高磊老师，有请，欢迎您，欢迎您，大家好，过年好。好，谢谢，请坐。啊，高老师到了，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些话题会围绕着这个民俗展开。对，春节马上就要到了，现在的各地啊都在准备着怎么过年呢？对，在湖南麻阳苗族自治县呢也开始准备过年了，我们赶快去和他们一起感受一下喜庆的气氛。是湖南麻阳苗族自治县，一走进黄松松村呢，就感觉到了浓浓的年味儿。大家挑起了苗鼓，挂起了灯笼，而且呢，村里还足足摆了60桌，大家一会儿要热热闹闹过个年。谭志林曾经是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攻坚开展后，政府对他家实施异地扶贫、搬迁、教育、产业等全面帮扶。现在一家人搬进了2层小洋房，水泥路也通到了家门口。孩子教育也不用愁。搬下山后，谭志林在政府的扶持之下种了柑橘，养了鱼，再加上外出务工，一年的收入超过4万元，成功脱贫摘帽。武陵山区山多地少，经过科学鉴定，麻阳把冰糖橙、黄桃等作为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现在全县冰糖橙的栽种面积超过了20万亩，去年的总产值接近19亿元。现在规模大了，产业发展起来了，老乡们卖起冰糖橙也跟过去不一样了。Hello， 各位小伙伴们，下午好。这个呢是我们的冰糖橙，它的果子呢会比较的圆润，然后颜色呢比较红黄的。像我们麻阳这边的话，大概直播带货这一块有30多个苗家安妹，去年我们一共发了有1500吨这样子。2019年，黄松松村光柑橘一项，人均年收入就超过了15000元。老人家，哎，您高寿啊？我不知道，我瞧着高寿。您多少岁呀？我叫95岁，95了，他95岁啊。哦，95岁了，老人家您呢？86。86了，老人家，您多少岁了？102岁。102岁了，哇，高寿啊，102。这个村呢，80岁以上的老人有36位，90岁以上的老人有18位。这也成为麻阳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因此呢，麻阳也被称为长寿之乡。下一步，乡村要振兴，产业也要跟着升级。麻阳已经在挖掘长寿文化，发展乡村旅游。同时，位于村口的麻阳工业集中区也形成了以长寿食品加工为特色的产业布局，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持续的源头活水。这个村的名字叫黄双葱，用当地的方言念出来，感觉非常像普通话的往上葱。来，老乡们，我们一起，黄双葱，往上葱，脱贫奔小康，我们来了，新年快乐！
好，那么除了在湖南的麻阳，在江苏无锡的阳山，那里的村民又是怎么来过节的呢？我们还是通过短片来看一下。到福喽！来给我。离春节呢已经越来越近了。那在江南的小镇啊，江苏无锡的阳山镇，现在家家户户都已经开始在忙年了。与北方过年要准备饺子不同，在江南这一带，蒸青团、做年糕、酿米酒是过年之前的保留项目。阿姨你好。阿姨你好。请问一下，你们现在在做什么呀？我们在做那个年团子，里边打一个窝窝头，这样子把它弄好了，中间打一个颗嘛，再把那个馅就是再包进去，塞在里边。哎，对，塞在里边。手上还要蘸一些这个面粉，是为什么呀？面粉是因为这个粉嘛，不是有点点湿嘛，也是潮的嘛，我们所以要蘸一点面粉，不让它粘在那个手上。除了馅料，团子最讲究还是外面的那层皮。和面的时候力道适当，力气太小太大都不行，会影响粘度。而最要注意的是，加水揉面时一定要是热水。把那个面它拿起来搓圆了，对对对，先给它搓圆了，搓的上面是光的，那里是搓光了，像揉橡皮一样。对对对，这样子把它揉成一个像团子一样的这样子的形状啊，团子嘛，团子不是圆的嘛，团团圆圆。对对对对，是这样子就可以了啊。对对对，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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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部圆润的团子就这样被神奇般的做成了。有经验的村民在做的时候会把上部的半球做得高一点，蒸熟后团子自然下塌一点，恰好变成完美的半球。团子做好之后就是放入蒸笼，但是放的过程也很有讲究。这个是粽叶，粽叶呢里面放了的话呢就清香，就是啊，蒸出来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哎，对对对，我们这里就是多放这个粽叶，因为粽叶嘛就是放的就是那个味道，就跟那个不放是不一样的。除了团子，原材料差不多的年糕也是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加入了青汁的年糕最受欢迎。阿姨你现在在做的是什么呀？这个是糖年糕，栗子的，都是麦青做的，因为它这个柔性很好，所以我们切的时候真的呢拿这个绳子，不能拿刀子的。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吗？好的，就是把绳子放在这个年糕的下方，是吗？对，然后用手一拉，对，像打一个结，对，然后它的边缘会特别的清晰，特别的直。还有，能看一下吗？哪个事儿？年糕。哦，好多年糕，是每年都会过来买吗？每年都过来买。你们这边年糕好吃吗？好吃，很好吃，酒也非常好喝。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传统吃食的原材料选材也更为讲究。但是不论再怎么变，团子寓意为团团圆圆，年糕寓意步步高，这些都是不会变的。村民们一如往年般的忙碌着，期待着在大年夜里一家人围着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喝一杯自酿的爽口无比的米酒，高高兴兴地过大年。看大家呢已经开始风风火火地准备过大年了。而过年啊，这个吃什么用什么，怎么吃怎么用怎么过，这就是各地不同的民俗和风俗。对，是，而且通过刚才片子也看到，原来年糕是这样切的，我觉得这也是体会出了一种劳动的智慧哈。你说的对，那么我们这一段呢，重点也将围绕过年的这种年俗、民俗、风俗来重点聊聊这方面的话题。好，首先第一个问题，我特别想知道，因为我们马上要迎来鼠年嘛，对，那么我们知道鼠年是十二生肖的开始，就明年鼠年我们又将进行这个十二生肖新一轮的轮回，对吧？但是为什么这小小的老鼠它能够进入十二生肖，它又是排在第一位的呢？哎，其实这个问题啊，很多我们在这个网友的这个问题当中呢，也都看到了，大家呢好像都有一些疑问。那这样吧，因为这个高老师呢是民俗方面的专家，肯定是权威了，您等会儿来给我们标准答案。我先想请教一下两位我们的嘉宾老师，你们对这一块有没有了解？叶老师，对，先是考考你。对，实际上就十二生肖在中国出现至少在春秋时候已经有了，因为诗经小雅里就有吉日庚午即柴我马，就是午和马就已经对应上。但是在东汉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典籍里正式出现了子和鼠的对应，
不过我个人觉得现有所有的解释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解释不管神话传说啊、民俗啊、生活习惯等等，它对应某一个属相的解释头都是准的，都有道理。但是你完整的解释十二个属相的排列顺序现在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你不管用生活习惯怎么，就是你用什么方式来排列，它都会有一两个特例出来。所以我想它更多的来说是一个在生活当中逐渐形成的过程，它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安排出来的结果。嗯，叶老师呢也是引经据典，有自己的一个看法。对，约定俗成。对，约定俗成。那宋老师呢？好，我来说一个坊间传闻。坊间传闻，轩辕大帝要选十二种动物做他的侍卫，这个时候就进入了报名阶段。而在报名阶段呢，这个老鼠呢就去报名。这个时候，猫跟老鼠说：“你也帮我，也带我报一个名。”结果呢，老鼠就没有给猫报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猫，它的主要的任务或者是它一生的终极追求都是在捉老鼠。对，但是呢，老鼠报名之后呢，它同样非常聪明，它也希望希望呢能够排得靠前。这个时候呢会发现十二种动物中牛它的排位是比较靠前的，牛呢也是勤勤恳恳走得很快，老鼠呢就窜到了牛的头上，就成为了第一名。这是一种坊间传闻。另外一种坊间传闻呢是说，因为老鼠呢往往是在夜间活动，大家都知道它的习性是一种夜行动物，所以呢这个夜间子时就把这个子时分配给这个老鼠，所以老鼠呢也是排第一。叶老师的这个解释呢是非常的这种正统啊，有一定考据的。我这个呢是希望大家开心一笑，能够阖家安康。小慧的这个故事真的是萌萌哒。突然感觉好像是在少儿频道的一个故事大姐姐。我就跟你说，小慧说的这故事，我就在小人书上看过。但是我之前跟王志老师说的时候，他说：“哎呀，你这故事太小儿科了，千万不要拿出来说。”没关系，你看，这是我们民间的一种风俗以及民俗。哎，对，好。两位嘉宾老师呢都已经说了他们各自对这个老鼠进入到十二生肖包括呢排在之首他们的理解。对，那高老师给我们一个最终的解答。好，是这样，这个中国民俗文化呢一般的来说都没有准确的一说，一般的三说五说都是很少的，都是很常见的。那么刚才两位老师，一个是啊这个小辉老师这个很具浪漫色彩的这个这个故事，还有这个比较学术的这个老师啊也提到，但实际上呢这个十二生肖的这个还有一种说法叫创世说，叫鼠咬破天。这个说法呢是这个很久以前的这个一个远古的一个这个传承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说法的这个起因呢是因为鼠在夜里十二点的时候出来活动，当时是宇宙未开，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天地不分阴阳不分，是一个混沌的一个状态。那么鼠在午夜十二点的时候呢把这个混沌的这个大的球咬破了，从此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降为地，所以这个宇宙始成。所以这个传说呢是应该说比我们更多见的盘古开天地还要早个三四百年的时间，所以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这个传说，我觉得既有浪漫色彩，同时也有鼠这个能够排第一的一个有力的证据，所以他当老大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哦，这个故事听起来啊，这个老鼠小老鼠他跟盘古好像还是同事呢哈，所以这做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能排第一了。我顺着高老师的话啊，老鼠来开天，那开天就要辟地，那么谁来辟地呢？牛，因为牛是要耕种的，所以呢牛被排在了第二位，子鼠丑牛。这个解释好精妙。我只是得到了高老师的真诚。没有啊，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十二生肖的这个排序的这个顺序，实际上中国的古人也很有意思，他会把十二生肖按照阴阳去分，一三五七九十一为阳，二四六八十十二为阴，那么只有鼠的蹄子是不是按照鸡偶蹄这样排序下来的，其他都是对的，只有鼠是前面四个爪后边五个爪，所以一半阴一半阳，
他是融合阴阳、分解阴阳的一个有功之臣。嗯，啊，这是历史传说。对，所以你看，一个小小的老鼠，它其实承载了很多历史文化知识在里面。对，所以它排在第一位也是当之无愧。是是是，而且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话题，都有这么多的说法，可见我们的这个年俗民俗内容的这种丰富。对，也让我们这个鼠年啊，过得是更加的丰富多彩。对对对。其实呢，有一句俗语啊，叫做。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对，也是说的丰富多彩的这种多样性。对，大家其实都在过着新春佳节，但是呢，不同的地方，大家过节的风俗和民俗却完全不一样。是，我知道小董是浙江人。对，在你们浙江啊，比如说城市和城市之间了，村与村之间可能语言都不相通，都跟外语似的啊。那我在想，你们当地这个过年的这个风俗和民俗，是不是也是大相径庭的？不同的地方。因为我是南方人嘛，然后又是在北京工作，所以我对就是南北方这种民间的这种文化的差异，可能感受特别深刻。但我觉得在北京，可能大家一到过年，一到过节吧，都会吃一种节令食品叫饺子啊，对，是特别重要的。北方不管是什么节，不管是什么节气，都会吃饺子。是是是，但是在南方，因为他们比较喜欢吃甜食，所以说在过年的时候，就是这种甜食甜品就成为一种特别重要的节令食品。比如说年三十的晚饭一定会有八宝饭，然后年初一的早上一定会有这个用水果羹和小的圆子烧在一起的叫顺风圆，也是取意于这个顺顺利利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对，其实呢都是把对新的一年的美好的愿望，对，用这些食物来承载起来。对对 对其实呢，不光是我们说的这些南北的饮食的差距啊，我们其实在有很多细节上，很多具体的一些地方，他们的过年过节的这样一个风俗也是大相径庭，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来看一看网友给我们带来的不同的过年的风俗。大家好，在你们家过年是什么味道？我是郭郭，在我们这儿辞旧迎新贴对联，大扫除，放鞭炮，晒腊肉，打年糕，烧满满一桌子的年夜饭，最重要的还是一家人团团圆圆。新年快乐。Hello， 好久不见，今天带你回大庆看看小陀螺到底长啥样，走着。妈，我今年过年不回家了，要不我自己到北京来玩两天吧。漂亮年，这也是家人第一次来北京看我。我的妈呀，这啥呀？我呀，回家炖鹅的，回家就给炖了，真是吧。家乡里有故宫，几乎是包场。我姥姥上次来故宫是18年前，是2002年。更早2019，我一共回家3次，和他们相处的时间甚至都不到10天。亲情温暖，现实骨感，这是在外工作注定无法和解的遗憾。难得是一家人在一起，久违的团圆。好，看来的确各地的这个过年的风俗啊是不太一样。大家也看到了，我们换了一个位置。这高老师来就来呗，还带了这么多年礼，不好意思了。这也是咱们这个人，咱们中国人啊，咱们这个礼节性交往的一种方式。是是是，高老师可是带来了一车的礼物啊，花车啊。我看到花车上还有对联儿。哎，就是这贴对联其实有讲究的，你知道吗？那当然了，一定是在这边，这叫右边啊，上联儿，下联儿。横批，你都知道是这样吗，高老师？应该说不是十分准确，因为对联的这个上下联的位置呢，是这样，是这样分的，就是按照横批的书写顺序。那么横批如果要按是就序书写，就是从右往左书写，那么上联你说的对，就要从右边上联，对，上联右联，左边是这个下联。对，如果要按照心序书写，就是。从左往右书写，那么上联一定在左边，下联一定在右边。所以这个跟我们的书写的这个顺序是有关的。古时候人都是这样写，现在的人都是这样写。对，所以你一定要入乡随俗，对，还是要与时俱进。而且你的学习啊，不能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学习。没错，没错。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对联啊，我看上面还有这个福字。在这里就特别想请嘉宾也和我们场上的几位小伙伴，看看大家是不是来展示一下写福字啊。王舟老师，
啊，写字啊，展示一下身手。我。你不要回答了，行吗？那我就写一下。好，那我们请这个两位嘉宾老师一块儿，也对，也派个代表。好，小辉来写。我先要展示一下这个握笔的方式，写的好不好，握笔很重要。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因为字不好，所以握笔很重要。打个伏笔，王娇老师来。高老师，这个小辉的握笔对吗？刚才的握笔的方式？这个我这个不是书法家，这个所以我不敢妄加评论，看看字写的怎么样。好，那。这样，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您所知道的内容，就是现在啊，很多人就是贴福字的时候，他都倒着贴，说是福到嘛。那这个方法到底是不是对的？就是这种做法到底是不是正确的？符合我们这种民俗的习惯呢？因为我觉得呢，我们只要是有机会，我们希望能够正听。所谓正听的意思呢，就是把福字这个象形文字的基本意义，要表述给大家，大家自己会做一个正确的选择。福字的这半边是一个视补旁，视补旁是人们起神求神的这个啊一个偏旁部首，也就是我们祈求什么？祈求上面一个横梁，这是房梁，底下是一个口字，这是人丁，在底下是田，田是有田种，就是我们有房住，我们人丁兴旺，我们有田种，这个是福字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寓意，也就是我们祈求福，祈求的是什么？祈求的就是这三种东西。那么你去想一想，哎，正好您来，我正好拿着您的这个福。啊，小辉写的这个福字，这是我写的。啊，我们来比较一下，比如说，我们就说这个福字，如果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寓意，如果要是倒过来。那么神，王舟老师那个就房子倒了，神就要翻了一个个儿，然后房梁就到了地，人在房梁上边，然后最重要的是田压在了人的身上，这个大家自己就可以分辨得出来。这个中国的这个象形文字，我们应该正听，而且应该给他一个尊重，就是不单对我们的后人，而且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健康、非常良好的。我估计现在好多人已经奔向门口了，对，正福字要正过来，对，要重新。王舟老师写的，我来展示一下我刚刚写的福字，大家鼓掌吧。100分的产品，这很有这个书法家的风范。不敢，继续。怪不得刚才没有表演。唱歌，原来就是在这儿等着。不是，其实呢，我一直努力想写一个康熙的这个福字，是这一款。哎，不是这一款，是这一款。这里边对有后面的，在后边，就是那个天下第一福，是康熙写的。而且这个福字呢，它的右半边呢是，王羲之的这个《兰亭序》里边寿字的写法。它呢是不仅把这个福和寿结合在了一起。福中有寿，寿中有福，福寿双全。哦，我觉得你但是实在太难写了。我觉得你写的和说的和唱的一样好。过奖。我们看看小辉写的，这是我写的。这是印刷品吗？这个是印刷品。这个是禅福寺里边皇家让自己的家里边的亲属去练福字的模板。这个写的人还真的无考，不知道是苦练三年可能能写到这个。说到这个福啊，太多的话题可以展开了，那么先暂告一段落。对，刚刚呢我们有一个互动的一个问题，其实现在已经该揭晓了，你们二位。是的，那现在呢就要到我们的抽奖游戏时间了，我们马上要开始的是终于寻宝大战。是的，非常的简单，只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微信公众号，在边看边聊的页面呢，就会弹出终于寻宝大作战的这个页面了。你参与这个游戏呢，集齐四个宝箱就有机会抽奖了，而且更有机会赢得由中国黄金提供的生肖鼠足金饰品。哇塞，所以赶紧拿出手机来摇一摇，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幸运的观众说不定就是你啦。好，刚才雨桐雨萌还可以在上一个时段呢给我们留了一道题。对，有前五名答对的这个网友，手速和网速都快的网友呢也已经产生了。好，我们也来看一下他们这个前五名的这个网友是哪几位。好啊，我看到前面的大屏幕上显示的是第一位是 W 先生。好，恭喜这五位网友。那么请大家快速和我们栏目来进行联系吧。好的，好，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非常感谢大家。
好，那么雨萌雨桐，你现在把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大奖也给大家公布出来吧。最后一个大奖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已经给大家颁出的这个大奖了，所以千万要持续的去扫描我们的二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游戏，不仅可以探索整个演播室，还可以抽宝箱赢大奖。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融媒体演播室啊，真的是互动不断，惊喜连连。那么到这里呢，我们融媒体演播室的这个部分呢就要全部结束了。那在这里呢，我们所有的在座的各位，我们向电视机前以及所有的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来拜个年吧。好，祝大家新年快乐，鼠年大吉。朋友们再见，新年好，新年好。来自融媒体的演播室的主持人们和所有的嘉宾，谢谢，新年快乐，再次拜年。好的，我们继续我们的传奇中国节特别节目。那么现在再来看最新的疫情防控的消息。就在今天上午，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第六号通告，通告说，为减少人员流动，降低感染风险，现就桥隧通行管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自2020年1月25号零时起，过江隧道关闭，三环内含三环过江桥梁通行实施体温检测管控，取消时间另行通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2020年春节联欢晚会今晚将如约和海内外观众见面。为了保障演职人员和现场观众的健康安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提前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了严密部署。总台与卫生防疫部门联手，成立了春晚医疗保障小组，为春晚演职人员和现场观众提前做好医疗服务，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救护等做好预案，同时做好春晚工作区域疾病预防和消毒灭菌工作等。为了保证演职人员和观众的安全，我们采取了非常严格的监控和管理措施。我们对所有的入场人员都进行了测温，实行了发热的零报告制度，这样呢就可以保证演员之间没有交叉感染，而且保证了大家的安全。总台对参加春晚的演职人员和观众采取了严格的实名制，并在春晚一号演播厅各出入口都设置了体温检测仪，对每一名进出人员可以进行快速准确的体温检测。另外，从1月20号起，对相关演播厅、演员休息室、办公区域以及各个出入口和走廊等区域进行了不间断立体空间消毒。同时，为减少人员聚集，今年春晚河南郑州和大湾区两个分会场以及部分现场画面采取录制播出方式。总台还建立了全员覆盖的疫情信息报告和处置机制，备足常用诊治药、急救药品设备和防护耗材。目前总台疫情防控工作井然有序，一切如常。新型冠状病毒国家科技资源服务系统24号正式启动，将及时动态发布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科技资源和科学数据的权威信息，为新型冠状病毒科学研究提供支撑。该服务系统是由国家微生物科学数据中心和国家病原微生物资源库联合建设，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中科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共同建设。服务系统还整合了全球冠状病毒基因及基因组大数据，建立了全球冠状病毒资源大数据平台。为了全力做好新型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交通运输部、中国民航局和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决定，自今天零时起，凡此前已经购买火车票、客车票、船票、机票的旅客，自愿改变行程需退票的，免收其退票手续费；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或铁路乘意险的，一同办理。当地时间23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尚未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23号经过讨论后表示，目前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时尚早。主要原因是中国之外的感染人数还比较有限，而且中国政府已实施了一系列强有力的防控措施。Make no mistake.This is, though, an emergency in China. But it has not yet become a global health emergency.
紧急委员会建议世卫组织多学科专家团队参与调查疫情的动物来源、人际传播程度、中国其他省份的筛查工作，加强对这些地区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监测，以及加强控制和缓解措施。同时应组织协调国际社会在研发疫苗等防控手段方面的合作。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在记者会上说，中国已采取其认为适当的措施来控制病毒在武汉和其他城市的传播。世卫组织希望这些措施有效且需要持续的时间较短。他表示，目前世卫组织不建议采取更广泛的涉及旅行或贸易的限制措施。再次感谢中方在疫情防控方面与世卫组织的合作，以及在共享疫情信息时展现的透明度。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18:56了，那春晚的脚步也越来越近了。其实呢，每年的春晚就像是中华儿女在除夕之夜的一道最重要的年夜饭。今天晚上的8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0年春节联欢晚会将会拉开大幕。男高音歌唱家莫华伦参加过多次春晚，对他来说，哪一次春晚的印象最为深刻呢？我们来看吴鹏的采访。好，吴鹏探春晚。下面我们要请到的这位呢，是我们应该是华语环球节目中心的老朋友，而且呢，我和他呢还有一次非常开心的一次合作，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小苹果，小苹果，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莫华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哎呦，很高兴，一晃好几年了，好几年了、啊，一晃鼠年到了，对，先给大家拜个年，好，鼠年吉祥快乐，万事如意，恭喜。发财，恭喜发财！也不知道是第几次登上春晚的舞台了吧？好多次，好多次，五六次了。但是我印象最深是第一次，第一次也晃也20多年了，应该是97年吧。哦，回归的时候，对，回归的时候，当时唱的是好几个海外的华人歌唱家，在全世界各地一起唱一首歌叫《风，请你告诉我》。非常好听这首歌，我是在现场唱的，那其他的就拍好的其他的不同的国家的华人歌唱家一起唱的，那首歌对我印象一直到现在非常，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春晚，非常非常非常的深刻，而且就很有意义，因为我以前一直在海外唱歌剧啊，我在美国住过，德国住过，意大利到处全世界跑过，但是一到春节时候呢，特别想就是家。每一次春晚都给我带来不同的感受，因为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年份、不同的人合作，各方面都不一样。那么您在这个创作的这么多的作品里边，您感受到的这个变化会是什么呢？哎，这个问得非常非常的高深了、音乐上的变化，春晚一个很重要的平台，传播一首歌曲，大家老百姓、全世界人都可以欣赏，都可以欣赏。而且还能够记录时代，记录它的变化，还有一个时代的变化。反正5年把心交给你，这次唱的可以说了吗？可以透露那么一点点。这次有“亲爱的”这三个字。哦，亲爱的，那亲爱的可以很多的。对，亲爱的爱人，亲爱的家乡，亲爱的妈妈，亲爱的祖国都可以。所以，你想想啊，这70年过去了，我们刚刚过去的70周年大庆。有关系的。那么究竟是亲爱的什么呢？我们把这个悬念留到今天晚上，送给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是的，我们不见不散。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对你来说应该也是老朋友，非常非常重要。我经常看你们的节目，因为其实作为一个海外游子啊，像我已经海归了啊，不到游子，以前游了几十年，越在国外的时候越关注祖国的变化，所以那个时候特别想到自己家。想到自己的根儿是哪的，不管你走到哪里，你是华人，你是中国人，都会感到祖国对你的关怀，祖国对你的爱。特别现在是春节的时候，更加想家。那看到我们祖国越来越强大，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在全世界站起来，腰杆都站得挺挺的，就自豪而骄傲，更想家了。春节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家，跟家里拜年啊，向家人问好啊，团圆啊，这样。现在我去，不管去哪个国家演出啊，到什么地方一看看，
酒店里边都有 CCTV 四，这厉害吧？一开，哎呦 ，CCTV 四，很亲切，非常亲切，有家人的这种感觉。对呀、啊，听着普通话多好。好，那么下面呢，最后也想请您，就通过我们 CCTV 四、送出对全球华人新春的祝福，祝鼠年吉祥啊！全球华人呢，恭喜发财。我们今天晚上再见，再见。那么，在今年春晚的后台呢，吴鹏还采访到了一位传奇中国节的老朋友，他是谁呢？一起来看看。好，吴鹏探春晚。那么，在每年春晚开始前夕呢，有一位朋友，有旁边这位伟霆，但凡来参加春晚，都会来到我们传奇中国节春节的这个采访点和全球华人见面啊。今年是第四次参加春晚了，还是那个问题。还会紧张吗？没有这么紧张，但是还是表演之前还是会紧张。对，是今年表演环节来说，相对来说是轻松的。这个歌舞是野狼 disco， 我们改编了，变成了一个过年 disco。所以其实整个气氛也是非常轻松，非常轻松的。对，你教我一下那个是不是？左边是吧？这样，左边，对，一条龙了啊。好，右边，画一个三角形。左边，画三角，画一个三角。右边。那么，想问一下伟霆，你怎么总结你的2019？我觉得很开心，我会给满分，因为我觉得首先是健康。然后2019对于我来说，2019年我有更多的时间给予我自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幸福的一个事情。对，我们在这儿最后呢，还是要请伟霆送出你对全球华人新春的祝福。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让我们期待这些明星在稍后的春晚现场的精彩的表现。拜年也要仪式感，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搜索黄金红包小程序发黄金红包拜年，发完红包还可以摇一摇参与全民摇金条活动，福运财运都在黄金里。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传奇中国节春节特别节目仍将继续。